操一天硬的皮可以爆破产，这条枪在韩国的厂子是大成的，来吧，接下来咱们就来测试一下这把枪 AK-47 沙漠领主邪神啊。这把枪是个 AK， 而且看这个样子还是非常的帅，说实话我很喜欢。我们来看一下它有没有光效，我忘记它有没有光效了啊，它并没有光效，大家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光效，但是可以带这个玩偶，来吧，带一个这个吧。来吧老丁，你给我受死就行了，说实话玩排位这一块那就是没对手，我轻轻松松简简单单，我嘎嘎两下就把对面干懵了，你说你咋办，对不对，你只能痛不欲生，最好别出现受伤。说实话你要是这次敢出现受伤，我就真的生气了，就因为太无聊，太低端，太没有挑战性。呀，你看看我怎么说的，我都说了你个老屌，别给我出现受伤，别给我出现受伤，这下完蛋了，又是运输船了。你就看这头像框我就怀疑对面全是人机，哎呀我去个老屌，天哪，死神这把手枪竟然还可以连发，我去这么屌，看一下刺刀也还可以啊，一个两个三个，哦头好帅，四个，我天哪，这绝对是人机，哎呀烧死了，我去他个老屌，兄弟们完蛋了，我没看见那个火，对了我没看见那个火，我去这对面有点过分呐，我这待一会儿这个，天哪我们这边有点疯啊兄弟们，妈耶妈耶，不要这样啊哥哥，你知道我这是在打排位吗，打排位的时候你多多小小给点面子，我去你个老丁，你想等一点面子都不给，运输船你也敢跟我给我猖狂，你简直不把运输船之神放在眼里，我去你个老丁，怎么鬼兄弟们，乱七八糟，我就刚开始冲了出去，然后就自从被烧死之后我的运气就没了，直接被干糊了，就我去他个老爹，你小子连刀都敢拿，行啊年轻人，你简直是在侮辱辣条哥，行啊，好的年轻人，我知道你是谁了啊，拿刀的男人你给我等着吧啊，你看我怎么一会儿拿刀虐你千百次，让你痛不欲生啊，轻轻松松简简单单，我就直接把你穿死就完事儿了，我不给你留面子，面子这一块你没有，我就这么给你说了，你就没面子啊，哼，一会儿你刀我的样子，你虽然刀我的样子很狼狈，不是，虽然你刀我的样子很帅，但是你哭的时候的样子，我去你个老丁，能不能玩了年轻，你这什么鬼，你这老表是越来越脏了，那个老，我去你个老丁，这小子也太阴了吧兄弟，什么玩意儿呢，这个横指指头丢丢丢丢丢丢的，我去他个老爹，啥玩意儿都看不见兄弟们，完蛋了，对面老屌那个堵门的套路可强了，知道吗兄弟，实力是确实很屌，不过还好我把横指指给他爆头了，现在问题不大，上快点让我去刀他们，刚灭了你干啥的，还给我猖狂，哇去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人太多，这把估计是输了，我去你个老雕，我去你个老雕，拿刀给我站出来，你个老雕差点弄死你，哎呀气死我了，说实话兄弟，这最后我都不想认真，我要是认真对面他根本就没机会，对不对兄弟们，哎，气死我了！战绩都是负的，妈呀，是第一次啊，兄弟们，第一次打团队还能把战绩打成负的，关键确实是没办法，确实是，哎呀，对面的套路确实是硬，说实话，整体都硬，三四个人都会堵门，我的天，往顶上一蹲，擦擦擦就干死了，整体的差距，老屌真脏，等着吧，下次必须免了你，测试枪也测试失败了，你也该老屌。